金月须刀切上台红油啊，还有破鞋小龙虾了一个，河西十月十月去什么，哎呀看不懂。Hello， 朋友们好，我是芳芳。现在刚老汉卸岗说扯一扯那金月须水头的小吃个哈，看刘凡拉元宵了，天作秀给他堵漏了，哈哈。啊，那这地方在说头，我看看是个土湾啊，是个土湾啊，哦，它是个土湾，哦，咱们没无人机看不是？没无人机，有无人机，你看那那上次有上啊，哦，它又是又在澳洲什么黑面琉球的，那是个土湾啊，我老弟。那是一艘啊，两班只要关门时啊，刘芳，那哪都个刘芳了，刘芳。哎，也不知道你锅的好不好吃。吃的话，锅见穿了。你不天天还要在这了买了吧？天天在这了。你天天在这了了。哦，那给我筷子收一收。好吃的，好赚钱的。谁家吃多？谁家你叫吃了一日啊？我做了嘛。要不得。元宵。不是你今天要说话说啊，错了喽。哈哈哈哈哈。都错了嘞。元宵。我在这里收过生意。啊，好吃好吃，好吃，后座吧。啊，你们天天在这儿买了？你们哪的了？就挂到这儿。这都是的。哦。你从哪上买的黑的？啊，不，十点就在我来了。多少钱了？十块。比我干的还贵。一块钱一盒。金包豆了。金包豆了。啊，这来一盒金包豆。金包豆卖的多少钱？来交八块钱，我喜欢。各位。在桃州，在桃州买的。花一袋，买一袋，买一袋，买。他把汽车都冻上来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我给他带过豆沙，老板，看我给你带过豆沙上来了，我就走大了，压上就得了。看看了，看看，看看后头的人，阿姨妈妈们，我给带过一堆来，哎呀，我就发现我就是我踩的，就是。买桌溜饭了，今上刚老汉洗刚说。到这个花卡村口里看一看啊，这是村里头吧？这是花卡村口里吧？哦，哦，哎呀，那这里还有停车处了还？啊，他这里有个大型停车处，开着车来的就停在这里是吧？走，你不是说这里有个庙外了吗？庙外在哪了？那这是花卡村的村委会，哎呀，搞得还是挺气派的。再是快上了，那再是快。这里有个这东西，没啦，发现外都庙哎，发现了个这，那就类似于土地庙还是啥了？没庙哎，这吧。哎，这那都在这个老建筑哎。这是个三间住了，看看。呀，你看这大槐树就有了历史的。啊，有了，有庙外了，哈哈。这是个三庙外了，看。关帝庙。关帝庙，哎，这有好几千年有的是吧？出了，这我近视的歪树还粗细差不得，看见。可在出了，说啊，出了，你树林多少年了，能不能看见？看不见吧？哦，是庙外关的门了。哦。这个可是石碣树。好，我就是说，那还是保留下来的。你那站着来看，好看，能不能看？没哪个，你们那些。我没拿写的树林多少年，没拿写。这么粗。哦。这么粗。不来粗过，你还没拿包子了，给我包了一点点。不知道多少年。一堆堆。
我把你南面的在床上里哈，全有这种，就全有这种，就类似于这种的这个在，再叫上了也不知道，床上里头好有毒油在了，晓得不？就刚才土呀，我也说不来，是就刚才土地公公啊的，我也不是说不来，反正我在南面的床上了，看见好几个床上的毒油啊这些了。两面的这东西呢都是高粱高溜，高溜地玉米地鱼饺子地，高粱地你休息外上哥的妹妹，你大大的我往前走呀。咱们说回到金丝，不是有位官长不是说他哥哥在这了开了个大饼子的了，这是雇苍蝇，我刚老汉现在到了雇苍蝇了。你在这个心不好心，你往管那这个那个往哪里卖饼子的了，还吃了一块油头管不哈这样了看不见，在我前头就到东关村的了，东关村再出个就是通大桥的顶下了，是不是同志们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哎呀，那共产一直都是这个招聘呢，这是咱们敬爱的毛主席苍蝇，没拿新鲜买饼子的，老牌子是连钢油头馆，那这了还呀？连根羊肠馆，那不是连虎油头馆？